你坐吧。行。嗯，名利胜利，父亲已经要在2013年前后，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，已经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。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，到北京好好玩几天，已经好好的玩几天。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的学习，宁利要好好的过日子，你妈管好家务，我好好给咱在西安挣钱，争取有那么的一天。当时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，我爸和我妈心里面都非常矛盾。录取通知书上写着要6000-7000块钱呢，家里面把牛和粮食全部卖了，只有3000多块钱。当时我想，如果实在找不到，我出去打工。但是我爸把我拦住，不让我出去，说是他想尽一切办法会把钱凑够的。孩子在石油学院上学，他是学的是通信专业，基本上就是一月来领一次学费生活费。有时我挣到钱了，他就是一拿就走了；有时我们挣到钱了，就拿个相好的和我们相当村里人借钱就给他。什么导购啊，什么服务员啊，什么保安了，这人家要你。不是你要干这些，你爸能接受了？接受不了，他也得接受，他也必须接受，面对一下现实。你把脸拧过来一点，对，好，好，注意，哎，好，高兴一点嘛，哎，好，两人，对。